只手机。你智商不行了。就是。那么。光脑袋的。你话同呢只光有咩区别啊？系嘛？呀呀呀！还这么着急呢？跺跺脚呢？衣柜给你破烂了。怎么了？你这样机人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假的。这个真的是假的，跟激光是一样的道理啊，跟激光是一样的道理，知道吗？嗯，好的，看完了，跟激光是一样的道理啊。